咋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什么什么回事？哎呦我的腰啊！你撞到我了！哎呦喂！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碰上个碰瓷的。我告诉你，哎呦，你要么跟我钱，要么哎呦带我去医院检查。哎，我看你就是个女流氓。你是不是不想给钱就想跑啊你？算了算了，我这200块拿去。200？你当我要饭的呀？我告诉你，没有1万。你别想走！10万？你身上哪块肉值10万？我拆开了，哪块肉不值10万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把事情闹大了，我交警队可是有人的。什么？报警啊？报呀！喂，狗蛋啊，我在咱们村口碰到个女流氓碰我瓷，什么？把她压过去啊？那要是出人命呢？哦。对啊，我这车保险200万的。没事是吧？行，你等着。谁怕谁呀？哎呦，你还敢撞我呀？你别躲，看我敢不敢撞你。我不躲，我躲我是孙子。好，看爷的车怎么把你撞飞的。哼。啊！哎，你别撞！